欢迎收看《寰宇一把抓》，我是张道和。今天挑出4个关键字，要来带你掌握天下事。阴性零检出大对决，系指幼童在被验出安眠药成分，尽管是阴性，家长们又掀起了恐慌潮。阴性跟零检出无法共存吗？该怎么判读？今天大解密。家长园方信赖矛盾，到底谁在分化台湾社会？要真相还是要选票呢？猎巫幼保员恐将掀起一波 对抗潮 ，Thank you very 恶心。陈柏惟把无聊当有趣，遭到志工控诉性骚，被延上后即道歉澄清，最后反被打了1巴掌。这政坛之路岌岌可危。西皇大寿选帝王庙，原来啊邀请梅西到中国踢球，都是为了习近平大寿。龙兴大月下，据传大寿的地点就选在明清帝王坐寿的御用寺庙。 现在介绍今天4位特别来宾，第一位资深媒体人吴家芬，赵和好，大家晚安。新北市议员叶元之，赵和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李博义，大家好。民进党发言人谢佩芬，主持人好，大家好。现在幼儿园的餵药案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家长们真的是慌了，慌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它有新的个案出现了，再报餵药案是系指同验出了 苯二氮平类，这什么东西？简单来讲，就是安眠药。昨天的时候，还有一个LINE的截图直接出来，这一封的这个截图出来之后，它里面的内容就说，因为我不放心啊，因为我的孩子也跟这个新北市板桥是同一家连锁集团的，所以我不放心，所以我也带我的孩子去验了。没想到验了之后，谁知医院告知我是什么？ 他竟然验出了微量的安眠药29毫克，好，我只能说他的单位已经写错了，应该是耐克，毫克的话真的是非常多。好，但不管如何，今天是又另外一家被验出来了，所以大家会想说，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难道新北市的幼儿园真的这么危险吗？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来看到新北市府第一时间来回应，他说他们其实有掌握到这个个案，这个个案是6月9号的时候到台北医院去尿液检验，的确有验出了这个类似管制药物苯二氮平类。 但是你可以看到2个，包括初检跟复检都是20跟29耐克。我们今天讲了，它没有超过这个200耐克以上，所以它其实是阴性的，其实是比较安全的。但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当然家长会很担心啊，想说我的小孩子怎么会被验出这个东西？因此现在了，包括士林地检署也以他自案来调查妇幼专组的 来进行指挥检警等等，好，到底要把这监视器先扣下来，或者是这小孩子他用了什么样的药，他看过医生是吃了什么样的药，或者是这个园方这边的说法是怎么样，会不会从他自案变成是真自案呢？未来都还要再来调查。不过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阴性跟数字，大家想说， 我真的不太懂，我验出阴性，那我的数字里面怎么会有这个数字？应该是0啊！其实不能够这样讲的，因为我们今天特别帮大家列了出来，阴性对上零检出，我们可以用之前在疫情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做快筛，快筛完之后才会做 PCR， 它这个方式其实有一点像快筛，你能够非常快速知道我自己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它准确吗？有不准确的地方，所以你才要去做 PCR。其实这次的检测 也有跟这个非常相似。一般尿液检测我们叫做酵素免疫法，检验速度非常快，尤其对医生来说，1天之内结果就出来啦。出来之后啊，到底是阳性还是阴性，他们可以去判读，但是快一定会有错哈。包括里面他说毒物相似的结构物质也会被验出，缺点哈易受干扰，难零检出。为什么？因为是尿液检验，你的环境或者是你吃了什么，你的药物用了什么，你全身都在跑，最后是从尿液这边去排出嘛。所以你的尿液里面它的物质会非常多，它只能大方向去检验这个毒物区你到底是不是有中。好，那如果你今天要更准确的话，其实包括了卫生局跟市府单位一直在说的，要用质谱仪。质谱仪就跟 PCR 是一样的，你可以非常的明确知道说我是里面真的 如果是有毒物的话，什么毒物，它的浓度是多少，所以它的敏感度跟精准度会非常高，尤其是验出特定物质的分子量，才能够所谓的零检出。而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下礼拜，因为他们一开始讲说你阴性完之后，大家不相信嘛，那你今天质谱仪出来之后，你到底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毒物？下礼拜答案出来之后， 零检出，那这个新北市府才能够完整的把这个讯息告知家长，能够不会为了这个数字这个问题直接非常的慌张。来源之，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个阴性这件事情里面会有数值，所以民进党就咬着这个数值说就不对啊，你得跟我说阴性，那怎么会有数值？就一路这样打下去。可是民进党现在就是6个字叫做什么，你知道吗？唯恐新北不乱。 就是说，之前是板桥幼儿园事件嘛，昨天又爆发这系指所谓的私幼可能验出类似疑似有安眠药这个物质，民进党现在就是一口咬定说一定有安眠药。可是昨天很多医生呢、都跳出来讲说，哎，各位先稍安勿躁好不好？这个是阴性，好不好？这个小朋友是阴性，他尿液检验就是阴性。那民进党现在要告诉你说，不对啊，那有阴性为什么会验出20耐克？他验两次嘛，一次20耐克，一次29耐克。对，我讲耐克是什么单位呢？一公克等于10亿耐克，然后。这个有20耐克，这医生告诉你说，这个数值有数值不是说有好不好？它阴性就是没有，好不好？大家听好，阴性就是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在做检验的时候，有点像大海捞针啊，就是说把所有类似这个毒物的什么化合物啊、什么杂质，全部通通都捞出来，然后可能有一点点，那问题是这个东西它不见得是啊，这不见得是啊，所以它会定一个。那个临界点的值200耐克来判定说它是阴还是阳，200以下就是没有，好不好？我先跟大家讲，就是没有。那所以昨天很多检验师跟你讲说就没有。那接下来你要知道说验出来那个化合物是什么，用质谱仪来验。所以大家先稍安勿躁，好不好？可是为什么民进党就一直要告诉你有？因为他这样就可以打新北市政府啊，他就可以去连结啊。新北市政府绝对说谎。对，说第一个说你说谎，第二个说，都已经发生了板桥幼儿园的事件，你怎么还容许戏子发生呢？到时候会不会全市都有呢？那你侯友宜，你不是后做歹机吗？你怎么会这样呢？他在打侯友宜人设，因为侯友宜在讲后做歹机。第二个就是他铁汉就是保护中华民国，你连幼儿都保护不了，你保护什么中华民国啊？这就是一种政治操作。我的看法是这样啦，如果幼儿安全我们也觉得很重要，也是要保护，可是不可以用这个事件来做政治斗争。现在多少假消息就是为了要做政治斗争。对，第一个。一直说新北市政府处理很慢，人家家长4月多就通报，市府5月15号才开始处理，中间拖了20几天，为什么？第一个，因为侯友宜要选总统，所以故意拖；第二，这是他们讲法了。第二个呢，因为这个幼儿园是蓝营金主，所以呢，市府不敢处理。这都假消息，在那边乱讲第一根本就没有4月通报，这个市府都已经查过，绝对没有4月通报。是，然后还有就其他假消息，包括说什么幼儿园的监视器啊，都被消灭啊，怎么弄不到啦？有人通报给幼儿园，所以他才能够去灭证。地检署都已经发新闻稿说没有灭证这个事情，很多假消息跟谣言，现在网络上不断的传，目的就是为了要打击新北市政府，可是已经造成社会恐慌了。所以小朋友安全要保障，可是有人利用这个事情做政治操作，我们也是绝对不允许的。来，佩芬，你怎么看这个事件？刚才元之说这个民进党唯恐天下不乱，我其实是觉得非常纳闷，这个喂药给这个幼儿园的难道是民进党吗？然后呢，拖了20几天都没有再查的，难道是民进党吗？以及这样子不停的推脱说这个纠结于说到底有没有1999啦，回去这么多的几万封的这信里面去找有没有这一封，然后却不愿意好好的来面对这件事情的，难道是民进党吗？我们不要说其他的地方，我们就以桃园为例好了，桃园市现在就已经宣布了。就是6岁以下起，今天开始可以公费检验有没有这个巴比妥。其他的县市的首长不分蓝绿啦，台北市、桃园市、高雄市、嘉义县，大家都已经全面的在清查自己的县辖市、县市辖内的有没有这个发生类似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是攸关于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他们的健康，所有的小朋友的家长，大家都是忧心忡忡啊！我花这么多的学费送我的小朋友到这个私幼去，就是为了想要得到比别人更好的照顾，结果没有想到竟然会在学校里面被喂什么彩虹药水，然后呢回家之后出现很多的戒断症状，然后现在呢我们的地方父母官却在那里推脱啦，完全不愿意面对问题。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尤其像新北市有20几家的这个连锁幼稚园，现在家长大家人就是大家心里很惶恐啊，才会说有细致的家长看到小朋友觉得有一点不安，要送去，然后呢，这个时候你还在跟我吵说这个容许值是 OK 的啦啊？请问像吸毒啊、贩毒等等，难道也都有容许值吗？我觉得侯友宜与其去这个扯东扯西，或者是国民党的这个很多人帮他辩护，不如好好的想一下，到底要怎么守护新北市的小朋友？第一个不是容许值，又在造谣了。人家医生说那就是阴性，那不叫容许值，好不好？第二个就是说，谁跟你讲拖20几天就没有这件事情？就真的拖了20几天啊！第一时间就去处理了。5月10几号报案之后，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嘛。后来一直到20几号才在全员，这就叫唯恐天下不乱，就是故意把你有做的事情说成没做。还有他刚刚讲说桃园的那个事情，新北市也有在做啊，开绿色通告啊，提供很多医院的窗口，或现在也是去免费裁剪啊，所以自己不知道就不要说别人没有做，目的只是为了要做政治斗争，这就是消费幼童事件，这我最看不起就是这样。新北市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慢半拍。然后只会把所有事情推给司法，推给民进党搞政治斗争才会这样讲。有这样的新北市长实在是很悲哀啊！我讲真的，巴比妥这个幼儿园餵药事件查清楚，勿往勿纵，毫无疑问，孩童的安全绝对是最重要的，不管蓝绿的标准都是一致。但现在大家最大的争议就是数值啊，对，到底这个数值怎样叫做危险？到底是所谓的背景值还是容许值等等的？现在好像一般讲法是以200耐克作为一个界限嘛。低于200耐克以下的，就称为所谓的阴性，对，相对来讲是比较没有争议的。但问题是，我老说很多人不懂啊，大家不是医疗专业啊，大家一直在讨论64，在讲64，到底单位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大家很害怕。包括你这29毫克跟耐克，哇，这是差距失之千里啊。对，所以我觉得有几个方法要来做了。第一方法，除了质谱仪之外，我更建议是接下来直接采用毛发检验了，因为毛发检验除了可以查清楚现在状况之外，你还可以查清楚几个月之前的状况。3公分的头发可以检查出3个月以前的状况，6公分的头发可以检查出六个月以前的状况，对，可以让我们这整个案情可以推到更早之前的状况，让家长、让孩童能够更安心的知道，不是只有现在，是以前也没有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更没有公断力。再第二个呢，就是儿童权益促进协会的理事长，他要求啊，就是那个王维君，他说他向王必胜陈情，说希望啊，让卫福部出来统一啊，向外界说明。让这个数值啊怎么判定，让民众能够信赖，能够有一个规定的标准，我觉得这做法不错，好事啊。但是我有更好的做法是，请问一下，接下来年底的总统大选，明年总统大选，蓝绿白有几位医师啊？有2位医生啊，一个是赖清德，一个是柯文哲，这2位话都很多，对不对？平常都拿医生专业出来讲的，麻烦这2位总统候选人，根据这个数值事件，可不可以出来发表一下意见？请赖清德问一下，到底多少耐克？多少 ppm 以下是安全的，是背景值，不用担心的，请他出来发表意见。柯文哲也麻烦请出来讲一下，平常这么爱评论，评论一下现在新北市幼儿园这个所谓检查出来这29耐克到底是安全还是不安全，到底是背景值还不是背景值？麻烦两位专业医师在这个时候不要再闪躲了啦，平常话一堆啊，碰到真正要紧的问题的时候，没有人敢回答，这才是民众所最失望的地方。我也希望赖清德候选人、柯文哲候选人。出来讲出来你们专业的意见，我相信更有公信力，更可以让民众能够接受。嘉芬来带我们探到的是，现在地方妈妈都非常急，她是3宝妈，看到这个新闻当然也急，而现在看她的社团全炸锅了。我觉得以妈妈的角度跟立场哦，其实你知道我们平常要上班、要工作、要煮饭、要顾孩子，其实我们真的搞不清楚说这个药到底是什么2级、3级毒品，还是说这个药要几耐克、几毫克是阴性、阳性。其实咱都不知道， hey， 我们也搞不懂啊。我们什么蓝绿政治斗争，我们不该胡撒撒，我们也听不懂。但是妈妈们只担心2点，现在的现象或者说现在现象就是呢，家中有幼稚园的，有送公幼跟公托、私托跟私幼，不管他会担心说，小孩子要是有什么昏睡啊，还是有什么这个躁动啊，他就会担心，因为会联想到新闻事件嘛，他会担心。第一个恐慌，第二个是呢，他虽然不是幼儿园爆发出来的小孩子，或是他正在读该幼儿园，他如果是连锁其他的同样体系的这些幼儿园的家长，一买欢乐，这是2个恐慌，这是现在的现象。好，这是我自己的一些妈妈的一些粉丝团的这个里头，他们的已经有妈妈提出来的疑问了。这是疑问跟现象哦。他说呢，请问各位现在小孩子送公托，觉得说有风险，想去医院验，请问要去哪一个医院验，要挂哪一科？这个显示出的是妈妈自己的恐慌，伊无在管理讲什么蓝绿斗争，还是什么伊唔管，他只担心我家自己小孩子有状况的话，我该怎么处理？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呢，妈妈会担心什么？妈妈会担心说，好，现在引发了这个纠纷之后呢，现在很多人都在挞伐的是说啊，老师有问题啊，学校有问题，所以全部矛头全部指向这些公幼老师、幼稚园老师、私幼老师等等的。好，那现在会引发一个现象哦。那既然说要有问题，对不对？啊，既然要挞伐老师，对不对？那会不会有一个现象引发出来，就是说，好啊，那现在既然大家都有疑虑的话，那我们学校一律不帮忙小孩子喂药。哇，这个听在家长的这个心里说，天啊，那怎么办？假如说家中是有过敏儿的，有气喘儿的，那他就是要定时的去定量的喂药的话，怎么办？好，这是家长很担心的。所以不管其他什么毫克、耐克，怎么检验方式，阳性、阴性，我拢唔管。妈妈的心声只是呢，告诉我们什么药有问题，我们不要去喂小孩，我们不要去拿，那总可以了吧？哪一个感冒药你说里面有问题，那我们不要去领，可以了吧？或是告诉我们哪一家幼儿园没有问题，安全，那我们安心；哪一家有问题，那我们就不要去，这样总可以了吧？没错，现在如同嘉芬刚刚讲的，现在包括了家长跟这个幼儿园，不管是老师或是园长，现在有点矛盾了，因为这件事情有点像风声鹤唳。我很怕我小孩如果出什么状况，我就要去质疑他，为什么？因为现在政治操作太明显了，太多了。你可以看到家长跟教保员会不会互信，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崩坏呢？其实，在昨天汐止个案发生的时候，其实有多位家长是提早。 默默的不敢跟老师去讲这件事，说啊，我们家里还有点事情了哈，赶快去把接走小孩子去检验，因为他不信任啦，他已经没有信任感了，那你怎么还敢再接这间幼儿园呢？那另外家长咨询也暴增了哈，台北医院竟然加开了4线电话，另外。 就如同刚刚我们谈到，现在教保员说好，你既然觉得我喂药是有问题，我也可以不要做啊，你自己过来喂，你家的孩子自己喂。那现在很多到这个幼儿园的家长，当然也会觉得非常的急迫。我平常要上班或什么，难道我中午午休时间赶快跑去喂药吗？不可能的事情嘛。因此没有互信之下，这样教保员说，那我以后我都不要喂了。那现在有人说了，你中央呢？你中央为什么要放任检验数据各自来解读呢？ 刚刚不是说了吗？你就请一个重要的单位、重要的医生，大家都觉得蓝绿可信的医生出来讲，哦，这数字代表什么意思？那如果数字低的话，别紧张；数字高的话，我们还要继续复验等等的，甚至可以用毛发过来检验。这些数字讲清楚，不是可以让家长更安心吗？那你为什么要放任新北市府直接让他去解读这些事情？难道你其他县市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高雄不会发生这些事情？台南不会吗？因此，现在很多人都说，难道是国家机器带风向来坐收政治的红利吗？来，元志怎么看？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已经造成社会对立了啦，因为像我也认识很多教保员。 那教保员就跟我讲说，他们现在已经受到家长极度的不信任。早上还有教保员传讯息给我，他说我们其实就是喜欢小孩嘛，我们才会去幼稚园上班嘛。结果现在被搞得好像被清算、被斗争，然后被不信任。其实我觉得蛮可悲的。教保员就像小朋友的第二个妈妈啦，白天在学校拔屎拔尿的，其实现在。 他们喂药其实很仔细的。有教保员跟我讲说，他们拿到那个家长给的喂药单啊，他如果发现那个药跟喂药单不一样，他们还主动通知家长说你是放错药，你是不是过期了？所以他们很细心的。那今天那板桥幼儿园那个事件，其实还没有水落石出啊。今天有没有可能说根本就跟那个什么喂毒喂药根本没有关系？非常有可能啊，因为第一个啊，你可以看那个板桥幼儿园，它每一个教保员他的教保金额都非常低，大概2万3万而已，只有幼稚园的。 园长比较高，大概5万。然后第二个有一个被验出体内有苯巴比妥的，是园长的小孩哎，所以基本上这个事情非常有可能是跟教保员无关。可是，在政治人物的推波助澜之下，教保员变成众矢之的。多少民进党政治人物在事件还没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就跳出来讲，他就说疑似这些教保员长期喂毒小朋友，大概长达2年的时间。嗯，哎。 你根本就不知道事情真相是怎样，就跳出来讲，然后不断的去提到“喂毒”2个字，好像这些教保员就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毒品，就给小朋友吃，让小朋友安静一点。所以这个事情不是只有板桥的家长恐慌，是全国家长恐慌。就好比说那时候李博义他去当兵的时候，很多人给他打那个预防针，他就说这是乖乖针，但他很紧张啊，所以就每个人都怀疑啊，教保员你在干什么？你是在给我小孩喂毒吗？所以汐止才会验出一点点，马上就跳起来。 我觉得做有良心的政治人物，大家等到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不要一直在煽风点火。如果说当然你可以去质疑说市政府是不是动作慢，这些我都觉得 OK。我觉得你可以去针对行政单位提出质疑，可是不要一直煽风点火，我说啊幼儿园教保员好可恶啊，都导致在喂毒，这个我真的不能接受，这个真的伤了教保员的心啊。周一到周五晚间10点，请锁定寰宇一把抓。来，嘉芬，我们刚刚提到，现在教保员有传出，那我就不要喂药啦，你就自己喂就好。这样对很多爸爸妈妈来说，真的是好事吗？当然不是好事啊，因为你小孩子本来就是他，可能中午时间他就是要吃药，吃饱饭就是要吃药嘛。那你不喂他，那他就是有一个空档，他的病情就不会这么快好啊。再来，很多的学校呢，包括了那个也赖里头啦，或者是群组或者是粉丝团也在讲哦。他说现在呢已经有一个现象是说，可能之前会喂早上跟这个中午，他现在只说那我只喂中午。 早上的话，家长你在家里面自己喂掉，哦、对啊，下午的那6点过后的，你也在回家之后自己喂掉，他就不喂，他就只喂中午那一个，他就减少那个次数。对，那再来呢？刚刚提到那个不信任感啊，或这个整个对立的现象啊，等等的。好，这个是一个现象是呢，他们发现说有老师在小孩的书包里头发现了。 录音笔，真的发现了录音笔，因为不信任，家长的不信任，所以老师看到这个录音笔的时候，他心里怎么想？心都碎了，你这完全不信任我啊。对，那是一种信任的瓦解跟崩坏嘛。对啊，所以这其实线上已经在发现。好，再来我们刚刚讨论到说那个拒绝喂药的事情，其实在中国大陆呢，其实四川也曾经发生过幼儿园喂药，然后后来不代喂，为什么？因为有家长去填那个托药单呐、啊，结果本来是应该要喂那个药水是3.5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他写成35了，喂了10倍，结果小孩子出现状况，开始昏迷，那怎么办呢？那这是一个乌龙啊！后来呢，他们也出现说，好，那到底幼儿园该不该帮家长喂药这件事情，也引发台面上的讨论。来，佩芬你怎么看？其实哦，新北市的家长乃至于全国的家长，大家现在在等什么？就是等一个真相嘛。到底为什么这些小朋友会出现这些阶段的症状？以及照理来讲，这个衰退期3天过后，为什么还可以验得出来？其实大家就是在等这个。但是我觉得哦，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会人心惶惶，甚至造成所谓的对立不信任？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新北市政府真的是没有在第一时间这样子回应大家的这样子的一个非常焦虑的心情，跟非常想要得知真相的这件事情哦，与其去这样子，目前再去炒作这些什么时序的问题啦，与其说这个民进党在抹黑打假等等的，不如好好的去研究，去面对这个问题哦，不要什么事情就是反正是司法的问题啦，拖给剪掉去了，然后呢是民进党在扣帽子，因为这样子真的会让人家觉得说侯友宜他真的很像这个幼儿园集团的代言人，而不像大家的大家长。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家长现在只好自救了，只好自己哎，我那个老师不好意思，我们家今天刚好有事哈，就是把小朋友带走，赶快带去检验哦，然后呢，刚才大家赶快想办法说，哎，群组里说，哎，我怎么好好的保护我的小朋友，你要让家长这样开始成立这些自救的，而不是去信任你新北市政府，而不是信任你的新北市长侯友宜。我觉得这就是侯友宜现在面对到的最大的危机、最大的问题。所以真的是不要再拼命的说什么，哎呀，那个同学小朋友没有验出来啦，或者是说那个戒断症状没有啦，这是个案啊吼。然后家长的怒火跟忧心是确实在那里的。来，博弈。幼儿园的喂药案，我真的讲过，已经从社会案件变成政治案件，尤其是以民党现在整个内部深陷性骚扰案的泥沼之中，这个幼儿园的喂药案已经不只是成为绿营的浮木哦，甚至是有可能成为民进党反手围攻的契机啊。对，所以对他而言，他一定会猛烈打这个案件，一定会穷追不舍，甚至是讲一些不实的话，我觉得都有可能会出现。但问题是我还是要跟各位报告。这个新北幼儿园喂药案，大家分为3个层面，一个是行政层面，一个司法层面，一个专业层面。行政层面，我个人认为毫无疑问的，新北市要好好来处理这案子，到底这个时序是不是顺畅，是不是有delay，讲清楚说明白。司法东西不用什么好说，中央处理，调查局啊，检察官赶快来积极的侦办，中央配合地方。但是我最在意的是第3个层面，就是所谓专业的层面。到底用药的剂量、数值是否合法，是否在安全范围之内？我认为这个部分不该由民意代表来发言，因为这你不是专业，你讲出来的话只会造成社会不安，尤其如果你讲错的话，状况更糟。但是我要回过头来，这3个层面虽然我们讲的很好听，而且讲的是非常的清楚，可是侯友宜市长针对这个议题有没有受伤？我老讲受伤了，受重伤。所以接下来我觉得侯市长包括侯团队也要赶快的注意重视接下来的后续的动作。尽快的把这案件厘清，尽快的给家长、给社会一个交代，我觉得才有可能让整个接下来年底的总统大选回归到正轨上面来。好，我们刚刚听到，其实新北喂药案其实对侯友宜是不是重伤？是的，尤其是很多的小鸡，好，大家想说，哇，这样子侯市长这样下去，我们要怎么样去选呢？因此，在昨天的时候，竟然有一个人抛出一个震撼弹，这个人叫做罗志强，他上的是王浅秋的直播节目。必须跟大家讲，罗志强他是战斗蓝的代表，而王浅秋他是韩国瑜的爱将，哈，这两个人在聊什么东西呢？他们说要筹组所谓的政党轮替大联盟，好，政党轮替大联盟里面有什么重点呢？他说，促成政党轮替，柯侯两人必须要合作。另外第3点。总统谁当是次要问题，你到底是柯还是侯呢？是次要问题哦，所以很多人都去骂他说你这样子不忠心啊，好，那再也休兵，不要再去骂柯文哲、侯友宜了。那因此啊，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当然是被炮轰得非常惨，因此他今天早上原本要开一个所谓的政党轮替大联盟的记者会，他讲说完蛋了，整个都歪掉了，那我干脆不要开了。反而今天要出来讲的是针对于他昨天的这个言论，他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听。那我希望国民党也能够，成为这个政党轮替推动的火车头。我也希望民众党也能够共同成为推动政党轮替的火车头。当大家一起把力量整合起来，政党轮替才有可能实现。就我所知，寰宇的民调起起落落，有时高，有时低，有时第一，有时第二，有时第三。为什么你一定要拿第三的那个出来讲呢？所以本身把政党轮替打为所谓的不支持侯友宜这个框架，坦白讲，我觉得对于侯友宜并不公平。元之，罗志强到底是什么样的盘算？突然抛出这个议题，而且还跟王浅秋一起。其实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嘛，就是说看民调来讲，60%以上的民众是支持政党轮替的。对。那以总统选战，民进党很简单，他只要把蓝跟白都弄到3比3，然后他是4。他就可以少数就当上总统。对，所以如果说蓝跟白就是所谓的在野没办法整合的话，确实会让赖清德捡到便宜。那所以大家当然都心里都想要政党轮替啦，可是只是说到底要怎么样，在野可以整合。那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啦。第二个，假设今天我们的候选人他可以独立过半，他可以成为那个4，他可以成为那个4，他也可以赢得赖清德。那现在就看起来是我们的候选人就侯友宜。民调比较没有，他跟柯文哲还在搏动之间呢，所以小鸡们就紧张了。紧张之后就会天马行空，想出一大堆那种办法出来。那所以那个罗志祥想的就是，那赶快跟那个柯文哲整合啊。如果没有跟柯文哲整合的话，就会输赖清德啊。所以就抛出这个想法，这个是他的理念啊。那不过我觉得他昨天第一时间，他有感觉到说这个事情有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因为他被很多媒体做标题就是说罗志祥不支持侯友宜，所以他有点紧张。像他昨天也有传讯息给我，他说我没有不支持侯友宜哦，我只是支持。他还特别传给你？有，他传给我。为什么？他怕大家误会啦，他怕你会乱讲话，也有可能，他怕大家误会啦，误会说他是不是跑去支持柯文哲啦，所以他先澄清说他还是支持侯友宜的，只是他更支持政党轮替。那我觉得说他的做法其实有些人会有不同意见，比如钟佩君的意见不一样，钟佩君的意见就是说你支持政党轮替，可是你应该要想办法让我们国民党的候选人变强嘛。那当每一个小鸡都跳出来说我支持政党轮替、支持侯、支持柯都 OK 的时候，那侯友宜的能量就会越来越被削弱嘛。所以大家目标一样，可是技术层面不一样，会导致结果不一样。那他后来大概觉得说他的讲法太冲了，所以就有说了。那以立委的角度又不一样，立委的想法又不一样，因为为什么？因为立委的话最好是蓝绿对决。那他如果说能够得到大安区嘛。过半的选民的支持，他就上了，所以他会担心民众党派人去跟他选嘛。那之前有一个消息传出来说，欧阳龙可能会代表民众党去选大安区嘛。那所以欧阳龙一进来，那是不是我们国民党的票被瓜分了？所以当然他会用这个方式去向，我觉得某种程度是向柯文哲示个好、表个态啦，就是说，其实我是觉得你也可以的哦。那是不是你不要提人？我觉得可能他的想法里面有这一层的意义啊。原之，我觉得现在侯市长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办法整合郭台铭以及这个韩国瑜。不过明天就是韩国瑜生日啦，就带个蛋糕去吧，唱生日快乐歌不就整合好了吗？你要不要去建议一下？我觉得带蛋糕去，他可能不知道侯友宜在哪里啊，但是打个电话哦。拍一个影片，然后或者是或者是表达一个生日祝福，我觉得是蛮有效的啦哈。因为说实在的啦，现在侯友宜的民调没有上去，有一个原因是基本盘没有整合嘛。你现在如果说能够跟韩国瑜在一起，然后大家做一个动作，其实韩粉有的在等待穿云箭啊，他在等待 Kimochi 的问题、Kimochi 的问题嘛，会回归嘛。所以这个你要仿照这个宋朝赵匡胤，先易后难嘛，你先把基本盘巩固好，再往中间靠嘛。韩国瑜绝对是最容易整合，而且力量最大的。想办法跟韩国瑜唱个歌，我觉得蛮不错的。李博，你觉得嘞？很棒，我也觉得蛮好。来，佩芬你怎么看？现在整个蓝营好像有点太焦虑了。焦虑到都已经内讧了啦！你看罗志强，他其实说法就是说，反正侯或柯都可以嘛。只是后来因为媒体这样子下了标之后呢，然后他们内部自己的人有压力，他才赶快取消这个记者会。但是他说白话就是，反正侯就是太弱，所以说如果为了要下架民进党，柯可以上来。可是与此同时呢，战斗蓝的这个发起人赵少康他说什么？他说柯文哲就是白皮绿骨，显然这一套他没有完全的这样子买单嘛。所以我觉得现现在因为侯友宜这一连串的事情，从之前在政大的时候的演讲，答非所问，人家学生问 A， 问你说你要不要辞职，他说这个新北市有山有水，到现在这个新北的幼儿园案，原先确实是一个社会事件，但是就是因为推拖拉，结果搞成变成一个政治事件，而且是全国最瞩目的政治事件。然后在一连串的这些所有的事情，就是侯 GTT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会让这个蓝营的不只是说这个韩粉没有归队啦，那个郭粉也会说早知道就提名这个郭台铭啊。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样子的，甚至这个在野大联盟侯或柯都可以，其实就显示出来说，侯这个母鸡真的已经被他的小鸡快要抛弃了。柏毅，你也是觉得说，现在大家的票都跑到民众党去了嘛？那国民党这边是要怎么样救起来？我觉得要找回我们的价值跟我们的方向。因为我觉得非常重要，明年选的是总统大选，是全台湾最重要的选举。很多国民在看的是哪一个候选人他能够展现出领袖的风度，以及他对台湾未来的破坏。但很明显，现在一直深陷于各种奇怪的一些，不管是性骚扰案也好啦，或者是等等的一些教育议案也好，导致让很多的候选人没有办法正式的表达出来他想要做什么，他政策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呢，那其他政党我当然觉得他们各自考量，但至少就我们国民党而言，我还是觉得。侯市长，你要必须把你最擅长的东西找出来。你当时你就是警察，你就是铁汉柔情。对，所以台湾的治安以及妇幼以及全民的安全，怎么样让民众能够在台湾的未来生活能够安居乐业，是你的强项，也是你的主战场。所以怎么样让民众能够感受到你的诚意跟决心，还有能够成功的做法，我觉得尽快让民众知道，重新找回支持者的支持，我觉得才是现在国民党最该做的事情。柏毅，你知道现在最尴尬的是什么吗？现在有很多的国民党小鸡开始会跟柯文哲。来抛媚眼示好了，这样如果侯市长之后跟柯文哲这个地方，如果双方要决断、要决裂、要选边站的时候，这些小鸡们真的会跟柯市长说拜拜吗？我这样说吧，明年选的不只是总统，也是选的是立委。总统的声势跟得票绝对会影响到立委的得票，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讲。侯友宜市长最基本一定要先跟柯文哲市长拉开差距、拉开距离。对，要是如果拉不开的话，会让区域立委他们的选情变得很紧张。要知道，单一选举，我讲难听点，选举是非常现实的，有实力的人、有影响力的人就能够主导选战最后的结果。所以对很多的立委的人而言，如果他在那个地方上选情是很危急的，可能跟绿的是五五波的。如果有民众党的加入，可能会造成很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民众党现在很明显的就是在吃泛蓝的票，也就是说多一个民众党的人加入，绝对是有助于绿营的那个人获胜，而把蓝营的人压制。所以当然会对于很多地方上的区域立委，他们会很担心，甚至到后来可能为了能够顺利的选举，对他对于民众党的攻击的力度可能会下降。可是这个结果先有好，对，我不会说它好，但是攻击力度有没有可能下降？我不敢说不会。周一到周五晚间10点，请锁定《寰宇一把抓》。你要谢谢一个人，你会说 Thank you very much。如果你要说一个人性骚扰，你会说 Thank you very 恶心。恶心的是谁？就是你，陈柏惟。现在延上3Q 遭爆性骚扰女志工，他急回应，没想到竟然被打脸了哈。我们帮你话说前头，这是前立委陈柏惟哈遭控性暗示的话语，还特意用他的脸去蹭别人的脸哈。他里面说了什么？他说按摩可以助兴，那我出钱让你去学吧。好，找你当我的代理孕母好啦，走吧走吧，敢不敢去汽车旅馆呢？真的把无聊当有趣。好，就在这个事情之后呢，陈柏惟脸书好马上发了，而且他的道歉影片平灭火。他怎么灭火呢？我们先一起来听。因为我的不当言语，公私不分，先跟你说一声抱歉。我要呼吁男性朋友，在你以为你很幽默，你在开玩笑的时候。你或许已经伤害到了对方。好，他的道歉影片呢，大概是有2分多钟，我们帮你截取精华出来。简单来讲，他说我不参加了2024的立委，也不参选了哈。那另外女志工呢，她还帮自己喊冤哦，她说她曾经被这个垒球队的球员性骚扰，是我协助你，我开除球员。那对于性平方面，我有所不足，我深刻的反省。好，没想到这个影片跟 Facebook 这个道歉文出来之后呢，原本的这个名被害人他又再度发文打脸他，啪啪啪，还真响呢哈。他说协助性骚扰球员退，跟你讲不是这样的啦。这一名球员是欠钱跟感情纠纷，哪跟我是有关系啊？那另外你说你不止一次尽力协助我，除了我脸书上面自述的私讯内容之外，我真的没有感受到你任何的尽力协助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你道歉完，你还帮自己说话，你根本就是在说谎。 好，不过说到陈柏惟这个人，他的争议也真的是蛮多的哈。他包括了这个2011年哈，曾经肇事逃逸之外，他在2021年成为首位被罢免的立委，他任期仅仅只有20个月。另外，他的家人的问题也蛮多的，包括他的堂哥陈玄烨争议不断哈，有酒驾前科之外，还被爆出是劈腿的惯犯。 那现在陆陆续续，你可以看到他肇事逃逸，他被罢免之外，现在又有性骚扰的风波。那你复出国会，恐怕真的是无望了。来源之，你可以看到这一次陈柏惟这件事情，好像连自家党都看不下去了。对，有一个那个他们以前那个激进党的一个副执行长吧，然后就直接在脸书，因为陈柏惟的性骚事件，把陈柏惟讲很难听他说他最厌恶的就是像陈柏惟这种拿声量和群众魅力 骗取性的行为哦，他甚至侵犯了激进党的政治理念。那他的文章内容大概是讲说，那个陈柏惟之前呢，还在激进党的时候呢，他为了要让他自己的堂哥啊被激进党提名选市议员，然后居然讲说我可以帮激进党的市议员95%的市议员站台，但是你要提名我的堂哥。但激进党认为说堂哥有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堂哥有酒驾的问题啊，也是劈腿的累犯啊。但你为什么会用 帮我们来站台，来交换提名你的堂哥呢？这不是代表说你对于劈腿跟对于酒驾，你根本不在乎吗？还用这样威胁我？所以这个激进党的人就跳出来，就是说你跟我们的价值不一样，这是他们自己人讲的哦。那所以我觉得陈柏惟，因为他后来也因为这些状况，本来选上好不容易选上立委，后来被罢免的嘛，争议性真的是蛮多的啦。那只能讲说，这个政治人物真的要谨言慎行啊！你看，其实他被踢爆的很多东西都是 嘴巴上面嘛，去跟人家好像约要去汽车旅馆啊，然后不然就是什么要不要按摩，这种听起来比较不堪入耳的话，他也许觉得有趣啦，下流当有趣哦，可是人家都会记得啦，所以才会面临到这个状况啊。原之，我想问，你觉得他的道歉影片，刚刚我们大家都一起看过，你觉得他是有诚意的吗？就是危机处理啦，就是说危机处理的要的状况，就是说要让你觉得有道歉，有诚意道歉。但是危机处理其实还有一项就是你要说实话啦。 那因为他可能没有想到说那个女志工会再出来打脸他第2次，所以就讲说他的逻辑就是说，你看每一次都是我在帮你处理性骚扰，所以我怎么可能会性骚扰你呢？啊，但是呢，我还是为你的不愉快感到道歉。所以他其实没有承认他有做这个性骚扰的事情，没有那个动机啊。但是我还是跟你道歉。其实他想要表达是这东西，可是那个志工跳出来说，你很多都没有说实话，你没有帮我处理过性骚扰。 而且你的这个道歉让我觉得很恶心，当事人并没有接受，所以算是一个失败的危机处理啊。来，国义，我们刚刚提到他表哥的这个事情啊，对不起，应该说他堂哥的这个事情，那时候争议就已经非常大了。现在陈柏惟自己又爆掉了，你怎么看？我觉得发生性骚扰的事情完之后，那我先不管你为什么会发生，但事后的道歉跟事后的处理非常重要嘛，你必须要给受害者一个基本的公道跟回复嘛。但很明显的，我发现陈柏惟跟他的 堂哥陈玄烨完全没有处理啊，是事后直接摆烂啊。为什么这么讲？先讲陈柏惟堂哥陈玄烨，在爆发出性骚扰的事件完之后，他第一个反应不是认错，是呛受害者啊，跟说、反正我没有要选了啦，你拿我怎样？一副死猪不怕滚水烫的样子啊，直接摆烂啊，甚至是反欺压那个受害者的女性。再来陈柏惟呢，则是呢，一开始听到这个事件哦，他处理方式是什么？ 不是站出来讲公道话，不是，他是去跟那受害者讲说，息事宁人，想摸他头啊，希望他当作没事，大事化小。结果那个被害者不愿意之后呢，陈柏惟就开始不接电话、不回应了，当作没有这个事情。而讲这种做法，我不觉得真的是一个表率，甚至是让我们会觉得很难堪。因为要知道，女性在职场上是弱势，尤其是女性常常会遭受到一种什么骚扰，叫做权势骚扰。 因为男性可能高位有风度、有气度、有高度，所以呢，他常常用他的权力呢，强迫女生做一些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对，甚至是言语上、动作上性骚扰，造成他们的难堪跟痛苦。但问题是，这些事情一直到现在，我认为都还在发生，尤其是像绿营一些，不管是侧翼也好，像激进党也好，他们都是把父权、人权挂在嘴巴上，最强力附送的政党，但是他们做出来的行为却是最不堪入目、最侮辱女性的做法。 这些东西我认为是非常的讽刺，而我也认为接下来的今年的总统大选，除了国安、外交、两岸的问题之外，性平的东西，我真的强烈建议各个政党，也包括赖清德总统、副总统，接下来赖清德候选人，好好的讲清楚、说明白，你们要怎么样改善整个职场的环境，让那些受害的女性能够勇于的出来发言，然后有正式而且有效的管道来谴责、制裁这些加害者，我觉得才是杜绝性骚扰最好的方式。博弈，你这样看起来，他道完歉啊、然后甚至拍影片，然后甚至在脸书上面这样子讲，他以后回政坛还有机会吗？还是之后转名嘴之类的？他已经是名嘴了，现在我们期待的是，我个人认为，以他这种状况要回政坛机会不高了，因为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希望了，几乎没有希望，这跟这个几乎是天条不能够犯的啦，包括像政治人物酒驾这些几乎都是不行的。但问题是转名嘴，我老讲现在可以先看某个友台的状况如何，因为他目前还有在主持节目啊，那个友台会不会把陈柏惟除名？我们可以接下来关心到底他们对于性骚扰的案件，不管是中央政府，包括各媒体，他们是用怎么样的标准来看待？但是我个人认为，要用最高标准来严格审视这个事情，这样子才能够真的杜绝让性骚扰案件不要再发生了。佩芬，陈柏惟之前应该也是民主大联盟的议员啊，原本啦，据传有一个这个想法，但现在又夭折了，这怎么回事？据传是啦，爆派是，但你也知道我对民主大联盟我自己都没能进去，所以我没有任何的内线消息啦、对，但是确实啦，这个看起来他这个要代表选的话是非常困难，因为毕竟这个性骚这个事情现在正是当头，而且这真的是天条啦，任何人犯了真的是不管你蓝绿白任何的颜色，真的是不能容许，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现在我很谢谢这个被害人爆出来。那当然，陈柏惟他并不是民进党的，但是呢，我还是觉得说，任何只要你就是有心要为台湾服务，不管你是哪一个政党什么的认同的话，都不应该做出这样子的事情。培芬现在又有一个新民调出来，这一对是针对赖清德处理性骚案的民调，该怎么解读？是啊，其实这个 Me Too 事件其实确实是对我们民主大联盟有一些伤害嘛，然后包括说提了2批，退了2个。但是呢，我们目前看起来这个民调上来看哦，满意的还是多过于不满意啦。对于说赖清德主席他的处理方式，满意的是 34.5， 就是几乎是35，那不满意是 30.7， 差不多差了4-5% 左右哦。那如果我们来看这个为什么的话，我觉得其实一个关键是赖清德主席他在第一时间就正面的迎战哦，但他也特别去强调说，性平事件不应该以大局为重。那他宣示了这个态度之后，接下来一连串的改革政策上的、机制上的，包括我们还有上性平的课程。然后呢，上礼拜我们有一个性平的会议，今天呢，其实也召开一个性平会议，就我们党内目前的这些案子做了一个调查，他的明确果断，然后包括李正皓的退选、林非凡的退选，我觉得可以有效的止血。至少我们民进党让大家有一种感觉是，我们确实是要正面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是有心要处理，我们是要负责任的。原则我们来看到这份民调上面有30%多认为赖清德处理性骚是肯定的。那现在绿营真的是快刀斩乱麻，把该斩的都已经斩掉，该退都退。那国民党，你看30%多也没有很高啊，因为赖清德现在的支持度就是40%啊，哦，就是基本盘而已啦。那国民党当然也有一些状况啊，也是要去处理。陈雪生，因为我觉得陈雪生的状况跟民进党这些都不太一样，因为他是在议场产生肢体冲突嘛，那所以这个东西我就是觉得有点见仁见智啊。那其他像傅崐萁，还有今天还有传出来一个我们国民党男立委骚扰男记者的，这个都已经要成立那个性平会做调查，到时候有结果我们还是会报告。如果我们要吃案的话，我们就不会去处理了。但我觉得民进党现在在搞性平，像我昨天看到那个赖清德还找了那个一些性平专家来帮他们里面人上课。所以要告诉这些加害人说，你们以后不能再去性骚别人啊，不能吃案。我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做公关做到太过头了。为什么？因为而且会适得其反。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现在假设我看到这个社会上面很多人不孝顺，我就开始提倡孝道。那大家要孝顺啊，大家要孝顺啊。结果我被拍到我私下打妈妈，然后我这随便乱举例啊，大家不要当真哦。然后被抓到之后呢，我又开始公关危机，我开始找那个孝道专家来教我孝顺的重要。那大家觉得我是在演戏，还是我真心的是支持孝顺这件事情？就是演戏嘛，民进党就是这样啊。民进党现在就是表面上看得到的地方，他是让你觉得是支持性平的啊，性平很重要，性平很重要。结果私底下吃案见到被害人，所以现在在做任何的危机处理或公关操作，我觉得无法换回大家的心啊。所以很多年轻人都跑掉了嘛，认同民进党进步价值的都跑掉了，都跑到民众党去了嘛，或跑到其他党去了。周一到周五晚间10点，请锁定《寰宇一把抓》。齐皇的70岁大寿，这让一切的事情哇，从这个邀约啦、踢足球啦，原来一切都是为了他。好，很多的巧合呢，你会说哇，这是不是一件两件？没错，单独的事件你说是巧合，但是诸多巧合啊，那就不是巧合了。我们现在看呢，现在呢有一个说法哈，媒体都说习近平的生日是6月15号，又是双子座。好，是双子座，双子座的那个男人呐、啊，我们来看那个男人在生日的时候呢，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现在都说大家都说把他拱成像皇帝一样啊，其实哦，在国家的元首生日这种数字性的，其实有一方面是说他是一个国家元首，所以生日其实是一个国家的机密；另外一个是说呢，不能够去讲他的生日，因为不要造神。其实历代呢都有定下这样的规矩了，但是你不说，我不说，还是有别人会说啊。好，包括了习近平6月15号生日的时候呢，70大寿当然是要热烈的帮他祝贺嘛，所以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啊，该姨妈金嘛，所以就打了一通贺电给他，还送了花篮去给他。另外呢，他跟他讲什么？他说，在他的坚强领导下，中共的威信又在进一步提高，国力还有国际地位都得到了大大的增强啊。是。再来，除了那个金正恩之外呢，还有他另外一个好朋友普丁啊，俄罗斯的这个普丁呢，也送他了，也是打一个贺电给他。其实，在之前2019年呢，也祝贺他的生日，66大顺，66岁也祝他生日快乐过。我当时还送他冰淇淋嘞。但是呢，你知道吗？其实，在俄乌战争，其实很多国家都去挞伐俄罗斯，对，但是中国没有啊，所以呢，俄罗斯又在祝他生日快乐。好了，这个时候呢，中国官方并没有明确的指出说，其实习近平生日是6月15号，其实是没有的哦，这是机密。对，没错，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其实，在毛泽东那个年代就曾经定下一个规定了哈，包括了不祝寿、不能送礼物，还有不能够拍拍手、不能鼓掌，以及要少敬酒，这是毛泽东定下的规矩。但是啊，皇帝是什么？皇帝就是专门来打破规矩的嘛，所以他没有给他遵守啦。但是他当时定这个规矩是什么呢？要防止个人崇拜啊，历届中国领导人都要遵守的。不过呢，巧合的是什么呢？哈，诸多巧合就等于不是巧合嘛。6月15号呢，有一个地点很诡异。莫名关闭，这个地点是在北京艺术博物馆的所在地，叫做万寿寺。突然间，哎，不在6月14号关，也不在6月16号关，就纷纷选在6月15号的时候给你闭馆了。原因是里头有特定的活动要进行。什么活动？这么神秘呀、啊！这个地方大家知道吗？万寿寺是从历代以来，从明朝、从清朝皇家过生日的时候必到的地方，就在万寿寺。再来还有个巧合，巧合又来了，又出现了哈。在万寿寺呢，从2022年开始展出来的展览品哦，都是皇家过生日用的一些祭祀的一些礼品啊、哈器具啊等等，一直从皇家到老百姓的这些文物，全部都在万寿寺正在展出当中。两个不都跟过生日有关吗？明朝、清朝皇帝过生日在万寿寺。这些老百姓家过生日的这些器具也在万寿寺展览，日期又刚好在6月15号，习近平的70岁生日，你说跟他的这个祝贺没有关系吗？我不相信。再来是呢，这个规矩被习近平打破了之后呢，还有外界要送他一个大礼物、哦。哪个大礼？大家知道，习近平其实是一个足球迷，非常热爱足球的，因此他也非常希望说呢，中国的足球能够踢进全世界，踢进世界的好几大强。但是大家现在看起来，这个事实上不允许嘛，哈，梦想是这样，但是呢，现实不允许。结果呢，就邀请了这个阿根廷的这个国家队啊，哈，到了北京的工人体育场去，要进行一些友谊赛。但是说也奇怪哦，这是在历代的这个友谊赛当中前所未见的，你邀请人家来你的主场地打。应该是跟你自己的国家队打才对啊，对，应该是阿根廷对上中国队啊，这样才好看才精彩啊！而且这个票价还卖到一个瞒天大喊的大价，最贵的这个票价呢是4800块人民币起跳。贵的哦，那么普遍的票价是3000块钱的人民币，一张13000到15000，那你说你有想要让老百姓进去看吗？感觉上好像没有想让老百姓进去看嘛。再来是这个时候本来应该是跟中国的国家队来打的，但是哦很奇怪，临时请澳洲队来上场跟阿根廷去对打，那中国国家队呢在这里头没有角色，他们就纯粹提供场地，那不是很奇怪吗？所以大家就讲说，是不是邀请了一个梅西来，然后呢给习近平看他最喜欢的足球赛，热门明星来了，然后呢给习近平一个生日礼物，但是。不能够给习近平难看呐、啊，因为大家去想一个问题哦，假如说阿根廷的梅西对上了中国的足球队，万一这个梅西一脚没有守住，哇，踢得太尽兴了，这一脚可能会狠狠踢在习近平的脸上。哦，万一中国输球了怎么办？就拍垮嘛。习近平这个生日贺礼不但没了，还脸上无光、啊，面子要顾啊。是啊，所以里子面子都要顾到。梅西来了，但是中国不出场，我让你跟澳洲打，打赢谁打赢不干我的事，我看得很开心。所以大家也说了哈，习近平爱足球，希望中国足球挤进世界前几强啊！但是哈，现在呢怕输得太难看，所以只让梅西上场，中国队提供场地。哇，这样一路这样看起来，从金小胖到普丁来帮这个习近平来祝贺生日，没有想到这个庙啊，这个寺庙里面又这么刚好，又这么巧合。那之后，习近平没有办法出国看这个踢这个世界杯啊，看世界杯，干脆就把梅西哦直接请来这个中国来看，难怪习近平真的是龙心大悦。佩芬，现在还有一个另外事情是，一名中国女孩子来到我们台湾，没想到她竟然翻脸了。翻脸完之后呢，才知道。哇，这些中国女真的是战狼之外，又是玻璃心。没错，我觉得他们就是战狼的行径啦，玻璃的心境。怎么说呢？其实这个梅西去中国踢足球，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他要入境中国的时候呢，他并没有申请这个中国的签证，所以到中国海关的时候呢，被挡下来。然后他知道呢，就是他来台湾是不用签证的，所以他就问了一句说：“哎，啊，台湾不是中国的吗？”然后他这样一问之后，那个海关也就愣住了，不知道怎么讲哦，因为呢，就是他要怎么解释说，其实虽然说我们的习大大一直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可是呢，台湾跟中国还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嘛。所以说，足合说这个哦，虽然说习大大、习皇帝啦，他想看足球，所以让梅西到了中国去，可是呢，其实这中间的这些很尴尬的状况还是难以避免。还有一个呢，就是让中国的这些粉丝玻璃心碎满地的一件事，就是梅西呢，他在开直播，可是呢，大家一口气有300万粉丝涌上去之后，他只讲了4个中文字“端午安康”，然后直播就断讯了，就走了，就不见了。所以呢，这些中国的粉丝和球迷，大家就暴动了，想说现在这是怎么一回事？你知道吗？这个中国的玻璃心啊，真的现在是碎满地。这个碎法呢，不只是说上至这个习大大啊，就是这个有头有脸的官员，其实刚才像主持人说的哦，连他们的一般百姓哦，都是这种。外表看起来战狼心境，但是其实她的内心是非常非常脆弱的。就讲到刚才就是从香港入境的这一位女子哦，她以前是在中国出生长大，后来移居到香港，然后宣称是很多的名校的这个补习班的老师啊，中文的老师，然后甚至说有帮这个香港的特首的儿子啊补过中文等等。然后她搭飞机来台湾呢，哦，就是呢我们当然就是大家有搭飞机都知道会有个入境的表格嘛，通常是在降落之前会发给你，如果你不是当地人的话，你就会需要填，然后他看到这个里面有一个入国哦，你要进入台湾的国境嘛，入国的表格，他看的就很生气，他把它撕掉，然后他觉得他自己撕掉这一张纸的这件事情很英勇，所以他还特别上网了去大肆的宣传一下自己这个英勇的行径。可是啊，就被人家嘲笑啦。像香港有一个作家陶杰，他就认为说，其实哦，你在登机之前，你在来台湾之前，你其实已经上网去登记过了，那个时候你应该就有看到一个中华民国内政部移民署的网站上，你已经登记你相关的资料。那你要生气的话，你为什么那个时候你看到中华民国这4个字，你不直接把你的电脑砸了呢？那是不是更有效果？你上传之后，他适时挑软的吃啊，只能吃这个纸啊，电脑比较贵啊，舍不得砸电脑啊。可是你想想看，如果说你看到中华民国这4个字实在太生气，觉得这世界上怎么有中华民国的话，你直接把电脑砸了，然后呢拍成抖音短片，这一定是疯传嘛。可是他不敢做，所以这叫什么？这就是战狼的表象。可是呢，阿 Q 的内在，我觉得这一连串，不管说是这个哦，就是对于这个习大大的祝寿也好，然后呢，小至这个个人以这种撕一张纸为乐，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泱泱大国实际上真的很玻璃心啊。远至之前梅西来到了中国，他被挡了。现在还有一个说法，哎，中国的小粉红来台湾，没想到气到把东西都撕掉了。而且那个老粉红也刚好叫梅西。但是我跟你讲，他这是演的啦，他故意在那个抖音上面啊，然后说什么看到这个入台，说要进到那高雄机场，然后看到这个入国登记证，他看到入国很生气，你们台湾是个国家吗？撕掉，气死了，不填的，然后最后还是成功的进到入境了，所以他就说，你看，我做这个事情多棒啊，我帮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了一口气。可是我跟你讲，这完全都是演的，为什么？ Hey. 第一。他是拿香港护照嘛，香港护照进来根本就不用填这个入国登记证，哦，本来就是可以进来。为什么？因为他他来台湾前，他要上网去填一个入台证，所以这只是一个动作而已啦。第二，我就问一件事情，他在网络上填这个入台证的时候，也会出现台湾的这个入国登记这几个字嘛？你有没有一拳把电脑打爆？如果你没有一拳把电脑打爆，那你在这边假装气什么？所以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吗？其实他后来被起底啊，这个人来头不简单啊。他在香港啊，原来他自己创了一个类似那种私塾的网站，然后他是一个老师，然后教中文的，而且程度还非常好。而且他曾经教过谁呢？他曾经教过前香港特首的家庭，就是香港的某一个特首找过他去教特首的小孩，代表说这个人呢，他跟那个香港的高层的关系很好，很爱打嘛，所以这个完全就是一种效忠的表现，就是告诉中共高层说，你看，我在抖音上发扬国威了，我去欺负台湾了。我觉得这种啊挑衅的行为，拜托一下好不好？以后台湾的政府看到这种人都给他限制入境啊。现在也是有个说法，他好像以后都不能来了，就是要这样子啊，不然随便让你进来之后。周一到周五晚间10点，请锁定《寰宇一把抓》。